逃离北鱼上广，目标三亚，去我的第二故乡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我现在去拍照，然后那个收工完了，我们去吃椰子鸡。我在录啊。有深海恐惧症吗？我有深海恐惧症。现在我要去吃个饭了，椰子鸡。一会儿见。海南的椰子鸡。黑松露海南鸡蛋，你们吃不着，我替你们吃。我好贱。黑猪肉饼，银昌鸡蛋。嗨嗨，我水下的拍摄现在已经完成了，然后今天的工作也结束了。回酒店去洗漱一下，然后去吃饭，去吃海鲜大餐。不是我想吃啊，是他们想吃。我吃不了海鲜，我就到那儿看能吃点什么，吃点什么吧。然后一会儿吃饭见，拜拜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，还有你，还有我。现在我们要去天涯海角，然后两天的拍摄已经结束了，今天算是度假。然后问工作人员说哪儿比较好玩，说你去中国的最南边看一看吧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天涯海角，一会儿见。快到天涯海角来。有请潘周丹。潘周丹今年二十七。在天涯人生路，这里面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，就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以至于人们忽略了身边的很多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看看周边的风景，体悟生活，沉淀欣赏的感恩。天涯海角就是一个让人可以驻足的地方，人可以很放松。下面我们即将穿过的就是人字门，穿过这道门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走，豁然开朗了。
晚安。实现梦想，不是在原地等待。有梦想就要趁年轻，即刻行动，挑战自己。向往的海面，就在那边。我想要潜入深海，探索未知的故事。终于来了，我向往的大海。趁还足够年轻，拿行动来热爱。碧欧泉蓝钻淡纹精华，是我保持好状态的秘诀。趁年轻，勇敢追梦。